大家好，又到夜市啪啪走的时间，然后今天是礼拜二，台中哪边有夜市呢？然后刚上网路查一下，市区有几个小的啦，然后我又看到那个梧栖夜市啊，就是对，今天又要跑一趟远门哦，然后到我的那个，因为冰箱算是梧栖人啦，虽然没有在那边出生啦，但是长辈家里是从那边过来的，然后就反正就有这个机会啊，就回老家的夜市逛逛。哦，那走吧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那个梧栖夜市哈，然后在来之前在查资料的时候说，人家说这又叫风很大夜市啊，啊真的风蛮大的啊，因为它在那个海边。好，梧栖这边已经快要到台中港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，按照惯例就先带大家绕一圈咯。那个风真的超大的。走到晚餐了，很大的三碗饭，然后还要加汤，加汤加到很小，
扣两把。我要喝这个。来，走。哪一个角度呢？然后这个夜市的风真的很大啊！刚刚就是带大家这样绕一下，摊子算蛮多的。然后后面这一条是最后后面走的那一条是都是玩的啦，啊，五金类啊，日用品。那前面入口那边，刚刚入口进来那边比较多吃的，那真的过去没有来过海鲜这边的那个夜市哦，那可能是因为一个礼拜只有一两天有市集，所以其实他们这边的那个游客都蛮多的，应该都是在地的啦，然后来有来吃饭的，像刚刚那个火锅店就很夸张，几乎全部客满。OK。那这就是传说中的五七夜市。好，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